昨天，国际网球名人堂宣布，中国球员李娜正式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。和她一起入选的还有法国人皮尔斯和俄罗斯的卡菲尔尼科夫。两届大满贯得主李娜成为首个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的中国球员。目前，李娜身在澳网，正在参加元老赛。正式的入选仪式将于今年的7月20号在名人堂的美国总部举行。国际网球名人堂创办于1954年，目前已经有254人入选。